柜台点餐员亲切招手，无论顾客任何要求都得尽量完成。最常见的就是我要一个大薯，那我要去不要盐巴，大薯去盐哦，3分钟，只3分钟哈。薯条现炸不加盐巴，饮料要求少冰去冰，或是炸鸡要鸡腿不要鸡翅，这都只是小 case。有麦当劳员工发文抱怨，分享顾客种种无理要求，像是柠檬红茶半糖、大麦克加菜用纸包、面包烤两次、汉堡加3片酸黄瓜。最夸张的是鸡腿堡鸡肉要去皮，让他傻眼到不行。如果他们真的很忙的话，其实就回家自己用就也可以啊。觉得他们应该是要提供这样的服务？我觉得是不用。觉得这样子是 OK 吗？对啊，因为这是正常的东西，就是他的东西就是做这样的，你还要要求去皮，这样就是为难人家。业者回应顾客需求会尽力达成，但还是得看门市状况决定。只是提出鸡腿排去皮，还是有民众跳出来抱不平，觉得太过为难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